大家好，今天用洋葱搭配土豆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土豆去皮，去皮后切成丝，放入清水清洗，浸泡待用。洋葱切成条，锅中烧开水，放入土豆丝焯水遍，两分钟后捞出来，过一遍凉水，起锅烧油，放入八角炒一下。加入洋葱翻炒一分钟，加入干辣椒翻炒一下，放入土豆丝继续翻炒，加点食盐、生抽、陈醋翻炒均匀，最后倒入葱花翻炒半分钟即可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洋葱炒土豆丝就做好了，吃起来清脆可口，咸香有味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，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